我叫程潇，今年22岁。其实我其实很不按时吃饭，特别喜欢吃火锅，比较喜欢吃辣的。就说实话，就是很不健康。我不爱出门，就也不早睡。不爱运动。回到家里的那一刻就躺着，因为我是一个真的没有什么事情，就是打死我都不会出门的那种人。开心开心开心！我现在生活照例来说不健康，但是大多数人都是我这样的生活吧。饿死了吧？饿不饿呀？今天带你去买新的粮食。他叫吉吉国王。吉吉国王，哇，那有吉吉王后吗？没有。你敢不敢看？我以前很怕蟑螂的。那你为了？但是我为了他，我养蟑螂。他在舔他，你看到吗？你看他一直盯着他。哎，你矜持一点，你能不能矜持一点啊？哇，好。我从小就很喜欢蜥蜴这种，因为我也比较慢热，然后就可能大家第一次见我就会觉得我很难接触，就很高冷什么。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一个很真实的我，对。